不要拉我！哎呀，你就走吧，你就拖我的。不是你听我说，我希望你以后就不要去拉安川，知道？不管他这是你路过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能再叫他姐夫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已经不是你姐夫了，知道吗？他们，你姐跟他们两个的事情早已经说好了，OK。 你不要叫他姐夫了，我跟你讲，我阿川姐夫跟我姐姐他们两个多么相配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姐姐的话长得这么丑，而且那么相貌了，对不对？他那个相貌了，真的配得上阿川姐夫。你看我们两个都相配，对不对？然后宅女嘛的，是不是？那个，般配啥呀？般配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很般配吗？我觉得很般配呀，我阿姐，你觉得我阿姐配不上你，我阿姐就只能配得上阿川。我跟你说，不管他配不配得上我，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，这个给你没有关系，你反正不要叫他姐夫就行了，知道吧？ 他已经不是你姐夫了，你怎么老叫他姐夫？而且你老是拉去你家干嘛？那我跟你说一句哦，我跟你讲，哼，我阿子姐要是没有跟阿川姐夫，她要是不想跟阿川姐夫结婚的话，她也不会嫁给人的，她也不会喜欢你的。哼，你看，你看她都在我姑姑家，他们那边相了亲，哼，还相亲成功的人。我信你个鬼啊！你这肯定是骗我的。我骗你干什么？你不相信？我不相信你。 我要亲自去为你阿紫，知道吗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那你去吧啊，你去吧。不是说在你姑姑家吗？我姑家我不知道呀。你带我去找他好吧？我凭什么带你去找我？你带我去找你姐姐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她说。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那明天就过节日了嘛，我有事要跟她说，知道吧？ 你这么想，你这么想他的话，你这么想惦记着他的话，你自己不会去找吗？啊！我看你是哪个级对不上了吧？你我什么哪个级对不上了？你不要在这里乱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想跟你玩了，真的是，你不想跟我玩的话，你快点走吧，你快点去找我阿子姐，对不对？还问我阿子姐在哪，你自己不会去找吗？你带我去找嘛，好吧？我凭什么带你去找？我也是啊，你自己不会去找吗？啊，你自己没什么讲吗？你自己走，你带我去找，你带我去找。我不想带你去找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想跟你玩了。哼，你都不想跟我，我凭什么带你去找我阿子姐呀？笑死了，哼，我走了。阿姨啊，干什么？走，和我一起去嘛。笑死啊！我凭什么和你一起去？我
不是这阿姨怎么回事呢？这，哎，这哪个鸡对不上了？不知道，走小王，走，我们自己去找。嗯。快点开车，我们自己去找。陆叔帅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阿伟哥又来看我了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跟你们讲，他又走了，知道吧？烦死了，帅哥姐们。今天阿川姐夫也来了，我把他拉到我们家，他也不去，知道吧？我把他拉到我们家门口，他也不去。他说就是见到我姐姐就尴尬，所以阿川姐夫就走了。叔叔爱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说我阿川姐夫和我姐姐是不是很般配？我跟你们讲，阿哥我们两个才般配呢，对不对？我姐姐的话啊，那乡巴佬老土，她只能配得上阿川，知道吧？叔叔爱哥姐们，我烦死了，知道吧？要不是我姐姐的话，我的阿伟哥还会留下的，知道吧？叔叔爱哥姐们，但是因为我姐姐啊，都是因为我姐姐的错，所以阿伟哥才这样子对我的，烦死了，我都郁死了，真的是。而且阿川姐夫他们两个以后就是兄弟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可吵的，对不对？叔叔爱哥姐们，他们两个老是吵架，我都烦了，真的是。我都说了，去了我家里面好好聊，然后给他们你们两个做饭吃，给他们两个杀只鸡，他们两个都不去，知道吧？叔叔爱哥姐们，烦死了，我都郁死了，知道吧？气死我了，知道吧？叔叔爱哥姐们，这个阿伟哥也是啊。烦死了，这样子对我，要不是我姐姐的话，他可不会这样子。但是我跟你们讲，叔叔爱哥姐们，哼，他这样子惦记我姐姐也没用的，知道吧？叔叔爱哥姐们，我姐姐要是喜欢他的话，早就他表白的时候，他早就同意了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我姐姐是不会喜欢他，我姐姐喜欢阿川姐夫，所以我阿姐才会拒绝阿伟哥，知道吧？叔叔爱哥姐们，烦死了。窗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症走掉，看不见听不着，想不成摸不到。